肚子上能捏起的肉是皮下脂肪，而捏不起来并且按上去特别硬的就是内脏脂肪。内脏脂肪偏高是导致肚子大的根本原因。减去内脏脂肪最好的运动就是中高强度的间歇性运动。考虑到内脏脂肪偏高的同学体重不会轻，今天的训练设置了无跑跳的新手版本。同时我们可以通过运动智能手表来全程监测自己的健康状况。
一遍更练，总共用17分钟，消耗88大卡。想要燃烧更多脂肪，我们需要再更练3到5遍。